哇哦，兄弟们，最新一期免费送 A 车，但是不知道真的送不送的活动它又来了。那这期的奖励呢，虽然有前两期的车子，但是还是有些许变化的。就比如现在我开的这辆经典 A 车雷诺也会加入这次的活动当中啊。那这雷诺呢，虽然是曾经的免费车，但是自从获取途径下架之后啊，一直有小伙伴想要得到它。而这次机会呢，对于想得到它的小伙伴来说是一次小小的机会啊。为什么说小小的呢？因为这次免费送的活动呢， A 车里面足足有9辆啊，而你完成任务的话只能送一辆啊，也就是跟之前一样，除非你只剩下雷诺没有永久，不然一切都是随机的哈。那这辆雷诺呢，综合性能肯定是不行的，毕竟曾经的免费车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的防撞还有它的手感是真的好啊，而且它的手感呢也是超级像那个端游的，个人认为。然后说完了经典车，咱们就来说一下这次活动性能最强的 A 车，也就是被大家称之为螃蟹车的苍穹绝影了。这辆车呢，现在比这个勋章车还要好一点点的啊。然后它的优点呢，就是集气性能非常棒，手感的话也是很稳的感觉。然后性能紧随其后的是金鸿，这辆车呢比苍穹绝影性能差一点，但是它可是跟那个国家京剧院合作的一辆 A 车啊。外观方面呢也是非常具有特色，所以呢也是挺具有收藏价值的哈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的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哦。